力火车公蛋阿妹现身助阵。所有亲爱的爱莲娜，大家好！19年的动力火车昨首度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，他们开场骑着总价300万元的哈雷重机现身，嗨翻全场。随后更是连唱好几首经典歌曲。最高潮就是重量级神秘嘉宾梅神张惠妹的现身。动新闻，小巨蛋，我们终于等待。